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辣鸡制造所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辣鸡制造所，我是露奈，今天。 看我非常不一样哇！大家看得出来我在扮谁吗？其实就是那个被说我要杀死你，但还是依然往他奔去，是一个外表 M， 但其实内心是个 S 的莉莉娜小姐。好啦，就其实认不出来应该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毕竟没有穿上莉莉娜她原本的那件红色外套。那这是衬衫呢，也是我很临时的跟我们的同事借到的。那不然就把我当做我今天就是换了一个风格，然后来开箱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东西嘞？本次呢，这是。 帮你开辣是我们的观众，也就是我们的导错的老板提供的 GFFMC 白雪公主前奏曲，在这边呢，非常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来开箱喽。哇哦，哇，这个假发真的是好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现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GFFMC， 它其实是由 Karoki 老师全新监修过的机身比例的完成品 ，MC 就是带有合金的成分这样子。 这次的和会呢，它就是一个告诉你说，我的翅膀就是帅。你看它这边这个翅膀整个这样大展开，然后配上这些羽毛的掉落，就是非常的浪漫。就算我不是喜欢粉红色的，我也觉得这只就是颜色配色非常的厉害。烫的这个颜色它其实是不是玫瑰金，它是比较偏再更粉一点点的那种金属粉的颜色，我觉得很漂亮。 然后它整体感觉就给人家就是那种白白，然后梦幻的风格，毕竟就叫白雪公主了嘛。后面呢，它其实都有告诉你说，哎，他们这次呢有什么样的形态，他们有先稍微展现给你看。那这边有这个是回旋曲形态，然后这是赞歌形态，然后还有就是变成了就是飞机模式的。去年辣鸡抱抱，就是那时候在抱白雪公主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期待这一只。我觉得它算是一只不会 让我审美疲劳的纯白色机体啊，一盒是我们的本体，哇，粘到我的假发了，就这个塑胶的层架，然后这边有附上了六矮星啊，然后跟他们的这个翅膀，最佳翅膀，哇，这样一整盒，然后在这边。 拿到镜头前给大家看，这只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全白，它的颜色啊，它是有带有一点点的那种灰，就是灰阶表的感觉。本体，嘿，它的重量没有像 Metal Build 那样子这么的重，合金成分好像在脚底吧，跟膝盖，然后跟它的就是一些关节处这样子。哇，就是这个翅膀背包。 闻一下，好，那现在就是把所有内容物都摆出来给大家看了嘛。这一次的非常大的亮点就是，其实就是这个的六矮星的这个炮啦，翅膀啊什么的，然后跟就是护盾啊，然后这次附上了非常多，就是它的辅助架，因为它其实整个装起来呢，它整个后面东西会很多。我在想，如果真的不用辅助架的话，这一定会倒下来，所以他们这次光辅助架就给了非常多。手的话，其实它是给了3组，然后加上原本就有的1组，所以总共是4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先来进到它的可动怎么样吧？头可以转嘛？我们来看能不能平举。嗯，不行，它就是到这个位置，其实不太能平举，就大概到这个位置这样子，的确感觉比较松。然后它的这边的肩胛啊，也是可以像这样子拉进去，然后拉出来这样。这另一边也是这样，肩胛可以这样稍微的抬起，但是手大概就是平举到这个地方，不能再往上抬，会被干涉到。 往前的话呢，是长相这样子，有点紧哎，哎可以啊，没事，手其实可以往上贴，但是其实真的有点紧，然后它的手腕的地方呢，它都是可以就是这样子去做单独的可动，这边的护甲也是，然后手嘛这样。 再来，我们就来到了腰部，腰部我刚刚说了，其实这只腰部呢，它没有这么的，还可以啦，那。 就是只能这样子左右转，裙甲一样是前抬，微微的往侧，但没有到很多。后裙甲也是腿，我看它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是完全没办法劈腿，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，它其实就只能往前啊、往后啊这样，可以贴齐哎、欸。腿最大可以到这样子，就是哎呀的感觉，哎呀，小腿后面这边的这个护甲，它是可以这样子往后往侧展开，所以可以看到里面的内构，就是这种突然突如其来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，我觉得超爱。前面的膝盖的夹也可以稍微的抬起，所以你的脚可以再往前更多的幅度。 两段式的，这边这个是两段式这样，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可以这样子抬起，所以这边是会可以露出它的推进器这样。关节的地方，像是手啊跟腿的膝盖关节呢，都是比较紧的。这只应该没有人是把它拿来把玩的啦，这只一定是等一下给它上翅膀之后，就是摆在那边的啊。它就是白雪公主欸，白雪公主是拿来睡觉的欸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来帮它上这个架子了。 刚少讲一个，就是其实它这边这个地方，刚看说明就会发现，它是可以往前倾的，像这样子，这个头发这样一直打下来，莉莉娜也是蛮辛苦的啦。装上去之后要装，滴滴滴滴滴滴呀呀啊呀啊！ 一直掉零件的感觉，就好像是 Hero 跟莉莉娜之间的冲突啊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帮我们的白雪公主前奏曲给上了架了，长这样子，直接来装一个形态。那我们就直接挑战这个战歌形态，就是我们和会上那个姿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好像戴了这顶假发之后，头脑变得比较不清楚。矮星的话呢，它其实是有 附上就是这个，像这样子是让你装上矮星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矮星主角。哇，现在已经长这样，好像在钓什么东西哦，晒飞鱼的感觉。要再把这些大中小的这种小翅膀也都给它放进去。这头发，我根本是出这个计划来搞自己，长头发怎么那么难呢？ 20分钟才把这一只，这整个翅膀给装上去，装超级无敌久的，好不好？白雪公主再等我一下下，很快就帮你弄好了。好，我现在呢就是把它的回旋曲模式呢给摆出来了，真的是摆起来之后，哇，整个的感觉气势都不一样，气势都出来了，比我想象中的难装，它的就是一些关节啊、辅助器什么固定的那些，光调角度就调了很久，然后它的球形关节要镀进去的时候都超级无敌紧，我都已经弄到就是指甲稍微有点 裂掉了，但是呢，整个的效果呢，我非常的喜欢，这只真的是很好看。虽然说呢，它的羽毛啊，并不是珠光白，是有点稍微有点灰白的，这我自己觉得是蛮 适合这一支的白雪公主前奏曲。后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我后面呢，它是一定要上架子的。如果你不上架子的话呢，你是绝对这些东西是绝对会往后倒的。那我也稍微讲一下，我上次在非 UC 的10大最帅钢弹给了非1041W， 就是第一名嘛。那我怎么看待这一支白雪公主前奏曲呢？老实说，它的确是跟非1041W 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样，然后只是换个颜色嘛。 因为这只感觉就非常的和谐，就是好像翅膀该装在这个机体上面。但是非1041W 它是一种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一只这样子的机体，然后装上了这么柔和的翅膀？它是稍微有一点冲突。那在冲突之下，你去了解之后，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它是有这样子的意义在。那这一只呢，它就是感觉就是整体的是一气呵成啦。其实它羽毛的整体协调性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，因为那时候有说就是从大到小，然后从多到少，它这羽毛配置呢，我非常喜欢，而且 我跟你说，真的这一支非常适合有强迫症的人去买，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强迫症，所以它有一点点歪掉，我就觉得啊没有办法。可是我是强迫症来的话，可能会调得很久这样。好，那其实我刚刚就是在装就是这个矮星上去，然后就是把它弄成回旋曲模式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他们那些翅膀还是蛮容易干涉的。就是你角度一定要抓对，不然的话你就上不去。然后它的那个小翅膀也是盖上去，一片一片盖上去，都要抓对这样子。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喜欢美型浪漫机体的话，你问我值不值得买？我觉得还蛮值得。如果你真的只是要把它摆在那边的话，因为像其实你把它这个样子呢摆在你家的门口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显眼的地方啊，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吸睛，而且会给你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心情。总体上来说，它的价格的确是蛮贵的，但是我觉得是合理的，因为它翅膀什么东西都付了很多。如果是我会蛮想买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原本就很想买，只是我没有讲到。就是这只真的是很漂亮，然后也很好把玩，也可以弄回去原本的飞机形态啊，什么形态都可以用。但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个形态是最好看，所以我才挑这个形态摆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其实这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，它其实就算是连盒子呢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梦幻，完全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梦幻机体，完全没有愧对它的名字，就叫做白雪公主。它还只是前奏曲而已，还不是白雪公主本人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期待白雪公主本人到底是会长什么样子，是要全白呢？所以这只才是一个这样子的米色，还是会是再多一些东西呢，真的非常的期待。一样呢，在这边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导错的老板，就是借我们这一支来让我们开箱，然后真的非常谢谢他，因为这一支呢，也是我那时候在爆辣鸡包包就很想要开箱的一个商品。然后没有想到就真的有，然后就是很谢谢老板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让我们开箱的产品的话呢，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专跟我们联络。我是露奈，今天是假的莉莉奈，好不好？今天是莉莉奈，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哇，我现在这个头发，这个头发，我现在觉得真的要留长发吗？就是。